大哥哥，我怎么办？离我家太远了，我想给哥一条信息，我导航都不会用，我打电话给我老婆电话又没人接。你不要激动。那你说这个怎么走？你不要激动，你车，来。你把你的情绪平复了，我用摩托车带你回家，好吧？我从前面给你开路，等会我给你送到你家门口。哎，新手嘛，遇到这样是很正常的。我原来刚开车也是这样的。我今天好不容易正常点下班，我加了两个星期班，我说今天早点回家给你做晚饭，我又在这被堵了。出来上班都不容易，我理解，你心情平复一下。我在市南交通事故停了一下，大概我走过去就几十秒钟的时间吧。女性那种女性哭崩溃了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一根弦绷着绷绷绷，然后突然崩溃了。给我看了一下的时候，说你家就在隔壁。我估计是前面变辅的路口，他可能没有注意。他那个路超过去之后，他只有从前面掉头，他前面掉头那个地方他可能没有走过。女性新手刚拉架，这等没多久开车也不小心变，我觉得正常人都会有这样。像他这种就是肯定要先以批评教育为主，警示为主啊！这罚款扣分并不是最终目的，说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郭总。